大家好，我是 Travel Hyun。大家好，我是玉君。今天要介绍台湾的台语发音跟韩文很像的单字。其实台湾也用中文，但是台湾有闽南语。闽南语는대만에서사투리같은맞아요방언개념이죠지금부터제가먼저한국어로말하고복근이가그뜻을대만어로말해줄거예요그러면은지금부터시작합니다실제자의카이슈네이책책책책지시쭉맞나슈어슈이거를책이라고합니다베비시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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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도사실대만어로시간대만어로시간중국어로시간대만어로는시간시간대상감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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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만어로는감사인데중국어로는감사감사대사학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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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언어学生学生대오준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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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언어준비준비대만어한국어랑굉장히비슷하죠맞아맞아발음이굉장히비슷해요대락진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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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언어진짜진짜이게한국어랑대만어로는진짜어비슷해요배치위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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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언어위험위험이게대만어로한국어로는위험위험위험입니다대박희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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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언어希望希望这个是희망희망대구파출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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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국어뭐중파출소파출소대작대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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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국어뭐중大学大学大学이거를대만어랑한국어로는대학最后的대작이오토바이오토바이 너무비슷한데 완전비슷해요오토바이오토바이중국어뭐중摩托车，摩托车。대만에서오토바이되게많아요。오토바이되게많아요。저도오토바이있어요。있어요？한국에서도오토바이라고。네。중국은대만에서도오토바이。중국에서는摩托车。네。이렇게발음해요。今天教的十一个韩文单字是不是真的跟台语很像呢？如果想要知道什么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也要帮他的影片订阅哦。오늘대만과한국의11개의단어에대해서배워봤는데요혹시더알고싶은단어나문장이있으시면댓글달아주시고요좋아요와구독눌러주세요감사합니다감사감사